Cherry Cafe Pastries Gallery. Hi. Hi. Good afternoon. Part 2. Table for two.新加坡的旧的火车站，然后很漂亮，真的很适合来拍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咖啡厅。然后你觉得餐点那些怎么样？我觉得蛮好吃的。就是我吃了他们现在很推荐的一道garlic chicken。那个 Railroad Station Garlic Chicken， 我觉得蛮好吃的，尤其是它的那个，其实是它的不是那个鸡肉最好吃，而是它的 sauce，它的酱，它的酱好吃，但是我很喜欢它的 mashed potato， 因为它的那个奶油的味道就是搅拌的很均匀，就是不会过腻，但是又能尝到那个味道，然后配上它的 gravy 就很好吃，我也觉得。哎，我点的是什么？我点的是那个 salty egg 那个啊 ，salted egg， pasta with prawn， 对，那个也蛮好吃。对，然后还有你的 Spanish latte， Spanish latte 的，我刚刚还点了一个 char small latte， 就是都还不错啦，我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玩。然后我后来我本来是点了个 iced chocolate， 就一般般，但是后来点了那个 mango and peach sago puree 就不错，因为里面有 nata de coco 啊，然后真有真的芒果什么的，但是就是蛮多冰块的，所以可能要可以跟他们讲要 less ice 少冰那种，对。